afternoon， 听得到吗？我们的麦有声音吗？我确认一下哈，我的麦开了没有？开了，我的开了，你的开了吗？开了，开了哈。欢迎大家今天来看，黄阿姨的直播。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是所有女生的最爱。Sorry 啊 ，OK， 女孩子都爱巧克力，是啊，对，我觉得。男我也爱哦，怎么办？对呀、啊，你是女生、哦，你是女孩子，生对，你也是女生，我是女生， yeah， 我是老女生，漂亮的女生、okay。 是吗？我跟你讲，可是男孩子就不一定哦 ，man's not really 哦，不知道为什么，男人比较喜欢吃那种啊什么啦，阿妈阿爸喜欢吃什么蛋糕哈、啊？阿爸喜欢吃 butter cake， butter cake。这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够说全部的啊、man， 全部的男生都喜欢吃 butter cake， 但是我家黄阿叔，黄阿姨的最爱啊，是喜欢吃 butter cake 的。黄阿姨就喜欢吃巧克力蛋糕，来帮我分享出去一下。你们最近是不是收不到我们的直播铃铛啊？我发现好像最近 Facebook 有换一点 setting 哈、哦。所以变成铃铛有一点难收、但是不要紧，那就要靠大家的努力了，请你动动手指帮我 share 出去哈，帮我分享一下 share 就好了，是的，所以就大家都会看到了，对对对，这个可以很容易做，很容易做，多容易 啊，如果我们家里啊朋友们有小美的就更容易哈，如果没有小美的，他会要用手来搅一搅，这样会比较多时间罢了，也是可以做哈。然后如果有小美就更加快，更加方便哈。是的，奇怪哈，今天真的很像真的应该很多人没有收到哈，是吗？怎么没有铃铛哈？新的了 ，Facebook 新的，对 ，Facebook 新的才对啊。来帮我分享出去一下，有看到吗？没有。没有。有吗？来，进来的朋友，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哈哈有吗？不懂哦 ，setting 要开进去才看得到哈。要开进去、啊。哇，这样真的是今天的 setting 有问题哦。那我要看一下怎样 reshare， 没问题，来。OK， 这样还是这样做先哈。当然，只是说要帮忙分享出去一下，请大家帮忙分享出去哈。今天有一点新的 program 哈，是吗？我看一下哈。没问题，可以继续讲啊。OK。来，大家帮忙 like and share 哈 ，like and share， 大家中午好，好，大家中午好，没问题，你预备好了吗？好了，这么快？预备好了喽。对，我给我一点时间，我看一下到底 setting 哪里跑掉，因为怎么可能今天只有11个人？因为如果开始做了，他就很快一下子就做好了哈。是的。好了没有？不要这样急啊 ，OK， 我看一下 setting 跑去哪里。怀疑你了，你慢慢拿。来，大家中午好 ，Alice Bong， OK， 今天应该是 setting 有一点问题啦，所以变成说很多朋友们都看不到说我们的直播，但是不要紧，靠着大家一起 sharing 的努力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成功的 share 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做的啊，这一个是很好吃，很好吃的。OK， 是巧克力蛋糕哦，所以更希望能够大家看得到，然、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对，好吗？对，有朋友问讲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全麦清风盖哈，如果用麦片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哈、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哈，不要用麦片哈，要听话。用纯麦面粉哈，用纯麦面粉，either是欧甘绿的还是没有欧甘绿的都可以用，就是不要用麦片泡来吃的那个麦片就不行哈，做出来就不一样哈。OK， 要听话，要用纯麦
面粉哦，啊，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本来啊，本来是要做那个 ice cream 的，不是？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为什么？哦、为什么不是做 ice cream 吗、啊？应该。因为今天，然后因为我有买到这个 chocolate 粉，然后啊。小妹他们也很喜欢吃，我孩子他们也很喜欢吃这个 chocolate cake， 然后也很容易做，所以我昨天做了吃，所以哎，小布兰今天也做来给大家看哈、哦、，OK， 所以我们就先做这个啊 chocolate cake 哈、哦、，OK， 嗯，没有收到 notification， 对咯，我也是发现到今天的非常奇怪，所以我刚刚花了一点努力啊，我 share 去 story 了，我也 share 去我们的 recipe group， 希望有很多朋友们能够看到，也恳请所有刚进来的朋友，你帮我 share 一下、嗯、，share 去你的各大 group 哈，可以吗？我们动动手指啊，今天不好意思，今天有点迟到，但是好的东西都是迟一点点来，不要紧的哈，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了，今天要做什么嘞 ？Chocolate cake。OK， chocolate 蛋糕、嗯、啊，感谢你们55位现在现场的观众，虽然人不多，但是都是我珍贵的朋友 ，OK 吗？来，我们刷一排 love 上来啊，欢迎黄阿姨 ，OK、嗯。我相信这个直播，如果等一下变成重播的时候，一定很多人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都爱吃蛋糕，而且最爱的 flavor 就是。巧克力，嗯、啊、，I go FB 哈，谢谢 Angela 啊，你们都看到了就好。哎呀，有你哋就最好啦。Homi Jun， Good afternoon， OK， 对，我们开始了喂，黄阿姨打招呼。开始了，我们来开始了，大家都进来了哦，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阿姨的直播间哦，很感谢哦，有你们。所以今天，哎，我是黄阿姨哦，大家中午好。我们今天来做巧克力蛋糕哈、哦，是的，巧克力蛋糕当然是要用到这个巧克力粉哈、哦 okay. 然后还有这个 cake flour， cake flour 我没有买到 cake flour， 那我就用低筋面粉哦，我用低筋面粉哦、嗯、，OK， 然后就用 butter 呢，是120克。嗯 ，OK。然后牛奶、糖、这个 baking powder， 当然不能少掉这个鸡蛋哈、哦。现在鸡蛋很难找哦，所以这个是 omega 的哈、哦。哇，所以啊、好料、哦。所以这个鸡蛋现在很珍贵哈、哦。所以如果说现在这样的期间不是很难找到鸡蛋，我们尽量选用少蛋的 cake 哈、哦。Okay, 用少蛋的 cake， 今天这个 cake 只有用到两个哦，只有两个就够了。哇，太棒了！ Okay, 嗯，来跟朋友们讲一下，本来说今天做 ice cream， 但是由于一些材料没有找齐哈、嗯，所以呢我们就放慢一点点才做啊，别失望，不是不做，是慢一点点哈。OK， 来，我们今天先看一样是甜品的，那就是蛋糕了。蛋糕了，来。来，这个是，哎呀，不对，120 gram 的牛油哈、嗯、，OK 吗 ？120 gram 啊，放下来煮哈，给它热，60度 ，60 degree 啊，多少分钟先？两分钟 ，2 minute 60 degree，OK、okay、吗？来给你看一下，两分钟，嗯，60度哈。哎，麻60度啊，对，60度，速度，速度就一，来 ，OK， 2 minutes 60 degree speed 1啊 ，OK， 来，我们等它融一融先，它一下子它就变成融成水哈，是的，因为我们没有热到它滚，我们只有热到它60度就好了。Hello, call Jojo， 下午好 ，Su Eng Tan， good afternoon， OK。Yan Leng Ko, hello, hi Doris Chen, 收到你的爱了哈。Lau Chuo Chuo, 下午好啊。One Crystal 讲没有收到铃声，嘿咯，今天下午点解冇铃声呢、啊？我不知道，但是不要紧，你们的那个闹钟自己有哈，拜一、拜三、拜五，星期一、三、五啊，12点就会在想，哎呦，生活中少了什么嘞？那就是少了黄阿姨的直播了，所以你就自己点进去哈，是吗？对 ，OK， 所以12点我们一定开播哈。是的 ，Hi New Can Chong，Call Me John，OK，、okay?
修新坤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如果我们没有开的话，我们会通知大家。哎，今天没有开播。是的 ，Hi S Liu Tan, Alice Bong， 谢谢你们啊。OK。谢谢你们。Hello Tio Mi Won， 压力，谢谢分享了哈。OK。Alice 讲 ，Need to soften the butter before the blade， 需要吗？你需要在放进小美之前，那个 butter 需要融一点吗？有溶没有溶没有关系，如果说它没有、哦啊、它没有溶解掉，你加一点时间咯、哦、如果是说溶解的、哦、它大概两分钟一定是溶掉的。你刚才的是那种有溶解的吗？我的是 room temperature 的。 OK、嗯、来 Alice Bong 啊，刚才黄阿姨的牛油它是 room temperature， 就是用那个手指一指不是可以压下去它会陷一个洞的那种啊。对、okay. 我的是 room temperature 的。但是如果啊，如果你的是冰箱才拿出来的，你就切一搞一搞一搞，你就放进去两分钟，它如果没有变水，那么你就加一点时间。对，加到两分钟半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变水哈， OK 吗？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就变这样，变水、啊、它变水来吗、啊、看到吗？只要它变成这样子、啊、就 OK 60度，那么就成功了哈。 OK so no need to soften OK 这样就很方便啦、嗯、今天这个蛋糕、嗯、哈啊，很快哈、哦！啊，好快的。为什么我讲广东话？OK， 我在学广东话哈，大概。很快哈、哦，这个 cake 真的很快。Hi，Lotte， 下午好。Hello， Alice Lau。下午好。Lin Yuying， 谢谢分享了。嗯。I love cake. I think everybody loves cake. OK。Yeah。谁在这里爱吃蛋糕？鸡没完了。对，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你喜欢吃什么蛋糕，什么 flavor 的哈， OK 吗？来帮我打上来。好好了好了，来两个蛋，我们加了两粒蛋，今天非常豪气，我们加了两个 Omega 蛋， OK 吗？两个蛋、哦、如果平常是用普通蛋的话，你用 A 蛋哈、哦、宝贝可以吗、嗯、可以用 A 蛋啊。100的 milk， 100 gram 的牛奶，一看那个牛奶你就知道我们还在 KK 啦。这个是哪里的 Eco Yup OK Fresh Milk， 如果你买的不是 Fresh Milk， 不是普通的那种 Full Cream Milk、啊、也是可以是吗妹妹？可以的，可以哈、哦、阿妈周末99差一点呢、啊、我不敢再低呀、啊、再低不要太多，可以少不可多，它就过龙了OK， 其实是需要 100g 的哈，但是少一点点，少 1g 是不要紧，1g 不要管它来，现在把粉加进来，粉是120，我跟你解释一下那是什么粉哈，那是什么粉、嗯、那个是低筋粉啊，低筋粉哈 OK 吗？ 120g 的低筋粉、啊、然后这个就 6g 吗？我们归零哦， 6g 的 baking powder， 6g baking powder OK 哎呦这么准啊哦，快啦，很准啊，准的，来，这个是 cocoa powder， cocoa powder， 来，大家可以认一认这个牌子哈、哦。最近我们有用这个 Van Houten， OK， cocoa powder， 25哈， OK， 蛮不错的，可以去 try 一下哈、哦，25g 哈，非常好吃，各大超市应该都会有，或者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牌子，其实别种牌子的也是可以，用 dark 的也可以啊， dark chocolate powder， dark chocolate 也可以。我这个是哦，这个只是、这个啊、这个不是 dark， 它是 100% cocoa powder，、啊、它没有 dark， 可以吗？但是里面是不含糖的哈，是吗？ no sugar 哈、啊， no sugar， 嗯， no sugar， 我看一下是不是 no sugar， 啊，是哦，零哦，零 gram， OK 吗？ zero gram 啊， no sugar， 含加了没有？你跟我们家了没？还没有，我不确定哦，应该还没有。你问朋友一下 ，Fans 加了吗？糖，该我讲太多话。OK、哦。爱人说还没有，黄阿姨的老公说。因为刚才忘记归旁边那些哈、哦。来，你糖要加多少啊？糖加90。90g 的细砂糖哈、哦、，OK 吗？妈，这个糖是不是不可以粗的？啊，要幼的，要幼的、啊要，最好你是用幼糖或者说是用粉的 ，OK 吗、嗯？都可以的。那 you pay attention 啊 ，Angela 讲 not yet， not yet， 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会讲。我跟你讲，有一些手快的就打 not yet， okay, 没有手快的他就嘴巴讲还没有啊，还没有。OK， 盐88粒，盐少许 ，OK 吗？
到哪里都需要有盐哈。刚刚加了这个盐呢、啊，少许 ，a pinch of salt 哈，一共七样，检查一下 ，OK。牛油有了，鸡蛋、牛奶、细砂糖、面粉、可可粉、发粉 ，pinch of salt， 解决，全部都在里面了。OK， everything is inside. Where to buy this cocoa powder, 亲爱的们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都有哈。OK， 对。如果你找不到一样 brand 的，那其实其他的牌子，只要是 cocoa powder 无糖的就可以了哈。OK， 不要有糖的哈。啊，不要有糖的。好，谁？阿森米啊。Smith Vip 中午好啊 ，OK， 来，我们再 blend 它20秒，然后3.5，速度3.5 speed 3.5 ，OK， 啊，动点一下它大圈了，我们才动它哈 ，OK， 啊，它才会做工哈 ，OK， 3.5，哇，小心棍讲 ，I love 那个什么啦 ，carrot cake 哈，哇，是的，哈。我跟你讲 ，carrot cake 啦 ，prune cake 啦，还有 butter cake 啦，还有什么 cake 啊？你们喜欢什么 cake？Lancy 中午好，没有收到通知，对咯，嘿咯，中午没有收到通知，但是大家还是有进来耶，所以我非常感动，谢谢你们呐、啊，谢谢你们、哦，也感谢你们有进来看直播的朋友帮我 share 出去，会有，我跟你讲，大众的力量就是在这边展现了哈，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哈 ，OK， 没有 miss 掉任何东西啊，因为我们刚刚才把所有材料加进去，用20秒 mix 它一下 ，and we mix until become like this， 哇，漂亮吗 ？OK。金珠哈、啊、，OK， 马盖有滴了一点粉，这样下去不要紧了哈。你这样弄它、啊，你这样弄它就好。哦，这样巧它、啊，来，我把镜头特写给我们的巧克力 mixture 哈。谢谢秀秀分享了 ，Thank you very much。对，谢谢鬼恩哦，靠你们了今天。对。Hello， 梅仙，下午好。对、啊、谢谢分享了米莉啊、嗯、对你看有你们分享人数就会上上上、哦、OK 吗、嗯、巧克力 cake 就做好了、哦、就好了没有这样快了还要烘哦、嗯、还要烘要烘我们要放一那个要按照大家的 oven 哈、哦、175我这个是175度35分钟哈、哦、OK 来现在把它加进去哈 OK 吗、啊、这样子的我知道你把那个 mixture 倒进去的时候有一点诀窍，对不对？嗯。怎么样、啊？要这样子，这样倒下去它，给它均匀哦 ，OK。你要慢慢倒，然后把它弄均匀哈、哦、，OK 吗、嗯？尽量不要让它里面有太多的空气啊、空间啊这样子，这样你做出来的这个巧克力蛋糕才会够绵密哈。它中间会有空洞空洞的。有空洞空洞就比较。就有空气在里面，不漂亮哈、嗯、，OK 吗？我昨天没有。昨天 demo 的哈。啊，昨天我做的没有那个，没有这样子慢慢打，它有一点空气。不过不要紧，我已经帮你消灭它们了哈。吃完了。是了，还有留一点点给大家看啊。是。很滑哈，它的 cake 很滑。Hello Irene, good afternoon. 很滑、okay. 很 moist 哈。是的。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moist chocolate cake, okay 吗 yes, okay. 如果很喜欢巧克力浓厚一点，是不是巧克力粉可以加多一点吗？加到30这样啊，如果再多的话、oh. 它会苦、哦、OK, 不要加太多太多哈 ,OK 吗它会苦。来这个就做好了。我们糖就有一点点。对糖不多所以巧克力粉也不多。但如果你很喜欢真的很 chocolatey 的你把它加到 30g、哦、OK 吗 chocolate powder 来给大家看一下很漂亮的、哦、做出来的一定也很好吃的、哦啊、OK 吗这个锅不是不用担心很难洗、哦、来 看锅的、你看这个锅原本就有一点黏嘛是、嗯、里面就有一点黏黏这样来我们现在 demo 怎么洗、哦啊、我们就这样子换一点下来我们滴一点这样滴一点下去洗碗液哈、啊、洗碗液 OK 等下去然后就给它洗哈 OK 给它洗这样子啊我们洗第一个就好了第一个来洗我们就有一个 app 啊 app 啦就有这个模式哈是可以洗小美的 OK 这个在 TM6 都有的哈 OK
所以你只要转去第一个模式，那个第一个模式叫什么呢？叫做面团残留哈、啊。你看它有面团残留、普通残留、残留残留跟顽固残留，然后这个时间是它自己 setting 的 automatic， 它跟你讲大概五分钟。我们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普通水加进去，然后如果你要干净一点的话，你就加洗碗液哈，加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它就会自己洗了，连锅都不用自己洗啊，给猴啊，你好，好吗？小美要起价了哦，还有90天就要起价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购买它。或者说如果你买了一台觉得好用，你想要拥有第二台的话，对，其实这也是时候，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一台小美，是的，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这个是发自肺腑之言的广告词，对不对呀？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一台小美，好的，来烘 before that 预热预热多久？预热好分哈，预热10分钟 ，repeat 10 minutes 啊，对，我们就把它放进去焙它，对，170度，对，35分钟 ，OK preheat 175°10 minutes， and then 你把蛋糕放进去放中间哈 ，yes OK， 然后上下火。上下火 35 minutes OK 35分钟 175度，因为小妹的 oven 跟我的 oven 不一样吗？是的，她焙的时候拿出来，她要拿一个牙签这样擦一下，拿出来看如果有没有湿湿的，如果是干干的就明说你的 cake 熟了、哦如果它不熟它会有湿湿的，你尽量不要在旁边看，你在中间看，中间擦它，然后拿出来，如果是湿湿的，就是说还没熟哈、那就放进去继续烘，继续烘，是的，继续。所以呢，这个就是烘蛋糕的技巧了、对 ，OK 吗？可以哈，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很繁忙哈。每个人都很忙，所以我们尽量用这些东西让我们家庭比较轻松的。是的。好像厨房我们就用小美，好像扫地我们就不用去扫，我们用吸尘机自动的那个去跑来跑去。萝卜呢？让它去扫哈。对。OK。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我们就没事情做了。更多时间去赚钱咯，去找朋友喝茶咯，好这样子哈、然后啊就读圣经咯、然后跟朋友跟很多人分享上帝的福音哈，对，我告诉你，时间多出来啊，真的有好多事情做，而且是比较高质量的那一些生活。现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要过这样轻松的高质量生活，比如说有空还可以去跑跑山啊，然后去游泳啊，打太极啊 ，OK， so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do， right？ OK， 来，你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干净了？哇，好干净哦，把湿气完都没哈 ，OK。对，其实我们盖半途还停的，其实它会洗得很干净的 ，OK。所以我们就是咣咣咣就 OK 了哈。对，我们只要把它拢一下，就是把它 rinse 一下就 OK 了哈，非常方便的。Auntie very enjoy with uncle， 来咯，是啊，所以啊，他 not me enjoy， uncle also enjoy， sometimes I also very busy， uncle say don't do too much， go and so wet 啊， go and wet 啊， wet 啊，他们 shopping 的意思啊。Uncle love you so much 啊、哎呦，对咯，所以 Uncle 有买了吸尘机给 Auntie 哈，你不用吸，叫小机器吸 ，OK？ Yeah. 买小美，你不用煮，叫小美煮。叫小美煮哈，OK？ 你菜放进去，小美会跟你叫慢慢 stay， 慢慢 stay 哈，不用我们用那个铲这样铲过来又铲过去。抢过来抢过去，有时候我们做那个 cake， 做那个清风 cake 啊，做 Japanese cheese cake 啊，我们这样抢就可以了哈。哇，可以有时候抢一抢啊，
好 ，Angela 讲对，生活要精彩，啊、是的要轻松一点、哦，其实要有点优质生活，还可以陪小孩子讲话哈，陪你家的孩子，很重要、哦，有点亲子活动时间，嗯、对不对 ？Do many then makan more 咯，吃多一点啦，做多吃多。来 ，One Crystal 问哦，烤箱如果有四层，需要放在第几层比较好呢？第二还是第三层呢？第二层嘛，应该还第二层、啊。通常我是放第二哈、哦。啊，来，我经验之谈，这个是三层哦。这个是三层，所以我还是四层的是蛮大个的，很大个的，对，很大个哦，所以你放第二层就 OK 了。来，事不宜迟，我们看四层，如果有四层的话，它一定是有上层的火跟下层的火是吗？是的，应该是哈、哦，所以你可以自己加哦。你在 oven 你要了解它多一点哈、哦，你会知道它是上层热多过下层，还是下层热多过上层，所以你就 adjust 它的温度哈、哦。我发现啊 ，oven 像是一个要自己去 adjust， 像是一个爱人一样，是吗？你要去了解它，对，然后你才会用的比较得心应手。所以就很怕换新 oven， 知道吗？如果你用久了、哦，最好是那一台 oven 就一直用一直用，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的 oven 的那个。热度啊，怎么都会懂的，所以你每次背出来都是准准的。哇，这样子真棒！OK， 好 ，OK， Emma, 我们先做好啦。我给做好了啊，拿出来看一看。OK，OK，、okay? 这个我昨天做的就是剩下多了，我等你要给他们吃完去。你不要问我剩下的跑去哪里，别问。我帮佢食晒咗啦，帮忙。因为它不甜哈、哦，这个 cake 不甜也容易做哈、哦。哎呦，这个 cake 很好吃哦，啊、开玩笑。它也容易做，看到吗？啊、很漂亮、哦。而且你上面你烘的时候嘛，你这些 almond 哎，忘记放了啦。对呀、啊，你可以加一点点、啊、做点缀。没得耶，就放哎嘞哈。这个你是在烘之前你就把它加进去呢？啊，对 对, 对。像现在这样。啊，对。还可以放那个什么那个巧克力。Chocolate chips 啊，哦 ，chocolate chips 应该是 mix 在里面哈，也是现在这样放、啊、因为我没有买到，所以我没有放哈、啊。谢谢，谢谢分享啦 ，Oi Joey， 谢谢你们哦，谢谢你哦，真多得你们谢谢你哦。对，今天当 Facebook 不给铃铛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很好哈、哦，是吗？啊、对，谢谢你们哦，这是你们的爱心哦，谢谢你们。是的，真婉丽下午好。啊、这样子 nice almond cake, I love it、啊。你、yes, 这样子了哈，放多多可以放整层吗？妈，不用放这么多，够了。因为要留改天再做哈。OK， 就一次过放这样多，这样就够了。OK，, okay、啊、漂亮。你看 ，from this to this 哈、哦嗯，这两个就是从这个变成这个。嗯，对。OK 吗？这样子哈，来给你看一下。Hello Bihar， 今天请你吃 cake 啊。一起来看这一个 chocolate cake， 嗯 ，OK， 好的，所以我们这边烘好之后就变这样，很好吃的 ，OK 吗、嗯？我吃一口给你看的，很想偷吃啊，很香。其实啊，巧克力的味道非常香。它里面的材料都是好吃的哈、哦，对，它材料都是好吃的。对。所以啊，有巧克力，也有加牛奶，也有加 butter， 哇，就是超香的哈。是的，拿来配咖啡、啊、超一流。它咬下去，它会摸一摸一下哈、哦。是的，我还有一种新的，改次如果看一下哪一天我有它的。够材料，我还可以做新的感觉。我以为你想跟我讲哪一天你 mood 有的时候才做啊。来，你帮我拍照一下。啊、okay, 我还可以做 steam 的给你们看。steam 的 chocolate 和烘的 chocolate 有什么分别哈、啊、？steam 的比较不一样哦，它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啊，对 ，steam 的比较不一样，不是这么简单，它是要把牛油跟那个糖打到发。然后才来加其他材料，你 这一个就不用哦。你这样讲，这个很有挑战性哦。嗯，还好啦，容易的 cake 我们自己做，不容易的 cake 去帮他买。你们想看吗 ？Steam 的，非常有难度的 Steam 的。不会， okay, 不想看了。不会难，不会难，也不会难啊。OK， 来，谁想看呢？跟我打上来哈、哦，想要哈 ，I think I'll go more a bit 。因为他吃 chocolate cake 哈，被你发现到了。哦、我没有啊，是吗？不可以哦，你不可以这样讲，等下他就开始减肥了，很爱美的好吗？有够莫聊，吓死我了！吓
Hi Chun Mui Dan. Okay. Hi Alice Bong. Yeah, got coffee 就一流哦。是的，真的。Hello Alexander Sheng. 丹韵迟到了，不要紧，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迟到哈、哦。因为主要是 Facebook 没有给铃铛，但是不要紧哦，我们也是一样能够有大家的。配那个啊，抹茶。哦，抹茶。哇，除了喝咖啡，也可以配抹茶 tea 哈、哦。OK。Yes, I want. 要看 steam cake 的，请你踊跃的打上来哈。OK。Hello, Yali, 谢谢。OK, bye bye, 谢谢你啊。Steam 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哦。Steam 的有点不一样。Steam 的非常不同。来，这一个我们今天先来展现给大家看了，这个是红的。OK。这是红的。想看 Steam 的呢，你记得就跟我打上来。OK。下播了之后，我还是会继续 collect。拍好了没有？我就讲一讲。来拍照，拍照，拍照！你们继续打，我继续拍啊。OK, 来，一只脚，一只脚，上，拍照，记得要 send 给我哈 ，OK 吗？丹妞也要啊，灰恩也想看，一只拿，没有，因为他们讲你胖了，所以拿了可以瘦手臂。这么胖了？不会啦，我跟你讲。你知道什么叫心广体胖吗？就是有开心，有开心就会越来越丰满，所以有时候丰满是福气来的。你看，一直要去找吃找吃哦。Mooncake also I love 啊，哇 ，Mooncake 我们有哈，之前已经有很多 Mooncake 了，我们也整理一下 share 给大家好吗？可以啊，慢一点，我再找一点 Mooncake 给你们看。对，我跟你讲，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个 collection 了。哦，各种各样的，我慢点整理一下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如果这一回我们还有遇到比较特别的，也整理给你看哈、哦，好吗？可以做给你看。我还有去找我的那个古董的 recipe 哈。古董的 recipe 啊，压底藏宝箱啊，OK。我去找我的古董 recipe 给你们看哈 ，OK。好，谢谢你们哦。好的，秋烂不客气哈。OK，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哈。OK， 对，好的。所以想要购买小美，记得她要起价了，那你就跟我们下单哈。OK， 好，那谁要哎，谁要 self pro 也是可以找我们哦。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Thermomix and Cell Glow， yeah, OK， 两个啊。对，洗净眼睛很重要，每天起来要喝一包洗净眼睛。是的。哦，要听话哦，洗净眼睛对我们眼睛有好的帮助，然后也会保护我们里面的器官哦。OK，、真的是 very good 的哈、哦。OK、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你们哦，没有铃铛也进来，真是最棒了，好点啊。OK， 关冰档，谢谢你哈。OK， 好，拜拜，love you all。Yes.